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铁腿围棋》。那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第十届龙星杯本赛的 A 组第十局比赛。那两位棋手呢，分别是连笑九段和姜维杰九段。我们今天请到的讲棋嘉宾是张东岳老师。张老师，各位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跟杨子一起带来本局龙星战的直播。张老师，龙星战在咱们传统赛事里边算是比较有趣味性的赛制。对。那么这个出现的名额呢，是锁定在最后一位胜利的棋手和就本组这个赢得最多的棋手，是吗？对，因为这个比赛从这个预选开始就比较的有意思，就是说属于无论你是什么段位或者是年纪多大，其实你都有可能出现，因为它设置了很多的年龄组，有40岁以上组、20岁至30岁组、30至40岁组。但是呢，进到本赛之后，一个组是10个人，那么由阶梯挑战，是吧？然后今天呢，正好是 A 组的最后一局，是啊，然后是对局姜维杰对连笑，那么这盘棋的胜者可以锁定一个半决赛的名额。是，这盘棋应该是连笑是最后一个登场的棋手。对，只要他一赢，他就可以出现了。那姜维杰在这轮的时候已经是获得了3连胜。就是说他这盘棋就算输掉他也可以直接晋级，那就还有一个第三人，是吧？对，是的，就是说今天连笑如果输了的话，是韩一舟可以出现。那其实这盘棋就是韩一舟很关注这盘棋是胜负结果。是，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盘棋的进程。那么这盘棋呢是由连笑是执黑，连笑执黑，姜维杰执白，猜到了黑棋。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盘棋。好，依然是这个流行的二连星开局。对，这个现在 AI 当道，那么大家普遍都是下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胜率比较好的一些下法。现在是胜率为王的时代哈。黑棋先挂了，还好一开始没有看到点33啊。这个龙星战是在赛事里边算是比较快的比赛了。对，它的赛制是跟传统的 CCTV 是一样的，都是10次30秒，然后保留1分钟读秒，就是你用掉这30秒钟，下一次呢就是1分钟的读秒。是，所以说其实如果要是对局比较激烈的话，它可能它的这个整体的时长也不亚于一盘慢棋。其实黑棋先挂，白棋小飞鹰，然后黑棋继续挂，非常平稳的一个开局哈。这个感觉黑棋看起来是比较注重速度啊，它这个开局。因为一般来说，像我们以前如果下的话，好像偏角，不是，简单的飞一飞，这是我们以前的下法。是啊，那其实以前好像也有人这么下，但是。所谓这么下一开局来讲，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投石问路的一个心情，想看看你先怎么应。至于它到底为什么这么下呢，其实它也说不上来。这个因为就是一种心情啊。然后白棋是一间第一家。这个很有趣，这个如果白棋要跟着继续应一个的话，好像黑棋是要继续拖下，要下这边，好像就是小飞手脚，这也是有套路的，也是有套路的。对，是吗？这个也是我最近才偶尔用决议摆了一下，看到我这种布局，他就先挂两下，再这两个应该是长得一样的，对吧？是，就是挂两下。对，在 AI 认为他觉得便宜了。白棋是一间低加。这个如果作为黑棋来说，在局部选择定式的话，是不是也就只能点33？我感觉这个跳好像都已经很少。跳的话，那也就是说白棋他先夹到一下，他把黑棋走中。那你跳他就跟着跳。跳一个啊，是。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至少不能在这个局部立刻脱下。不管是要反夹还是要尖冲，你可能都得继续走。实战黑棋是这地方脱先啊，继续脱先，脱了一个这里，脱一下这个角。挂了一下，他也觉得便宜了。就是你不管怎么硬，他都觉得不亏，是吧？那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一下可能跟以后白棋手脚比的话，他觉得有所得。他先挂了一下。
所以之前经常出现黑棋挂角，白棋脱先，就白棋如果走一个可能会觉得有被便宜吧。对，不管应什么都觉得好像被黑棋得利，所以就脱先了，索性脱先是吧。啊，脱这个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哈。看得有点审美疲劳了。然后粘上接吗？这个好像立下去的现在非常少了，我感觉。但是姜维杰还在思考这个立是不是把它可以称之为场合定式，就是在周围比较厚作战比较有利的时候。对，而且他比较注重外面的时候他可能要立下去。他是虎了一个。那其实就是还原嘛，粘完等于粘完了拐一下啊，等于粘完拐。但是其实粘的时候它也有可能黑的会吃这个，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啊，但就这个虎其实就是让你这个地方就没有变化了，你就只能这么下。是，然后呢觉得拐一下也挺好。这个拐一下就是说这个地方暂时就搁置不走了。然后白棋挂角又挂了一个，白又挂了一个，看起来像他们这个比赛有虽然是快棋啊，但是他们其实每一步棋好像都要用到这个，比如说一步棋30秒都要用到25秒甚至是28秒才落子，就相对谨慎啊。对，就如果不用的话觉得还挺亏的。对，不用白不用。对啊，不用也是而且这可能跟这个节奏也有关系。他先挂了一下，这个我相信可能这个挂我觉得应该不仅仅是心情上的问题，他可能跟他后续也许会产生一些联系。然后白棋靠压拉出那这盘棋你觉得姜维杰他是一个什么心态呢？因为他已经出现了。他按照道理讲他其实这盘棋应该很轻松吧，就觉得无非就是要不要换个对手。如果这盘棋输掉的话那下盘棋还得连肖又坐在对面了是吧。如果他赢了的话就韩一舟坐在对面。是，对吧？是的。所以说现在他面临着一个苦恼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救韩一舟。黑棋挖啊，白棋打，黑棋接上。就局部这个挖是一定建立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对，这个争子不利就是说你千万不能说这个地方被人家这么断的。一粘这个整不掉那是不行的。是，这个一定是一打一接，那么正常应该是现在就退了。对，白棋退拐。这个我们感觉以前也下了，是下了很多。感觉这盘棋的格局就是白棋获得外势，黑棋呢这个实地很扎实。白棋从这步拐包括那步挂，它整体都贯彻这个外势的意图。现在还没有下到这儿，我们是猜测会下成这样。这个时候它停住了啊。那这个还能有其他下法吗？我觉得它可能是利用时间往后可能去计算了一下局部，但他似乎应该是已经这个时间已经是用掉一次了。用掉一次了。对，那他莫非是想挡吗？打这个是吧。这个被打出来，我这个看起来视觉效果冲击力很强。然后粘上，然后再利用这个子去跟黑棋作战是吧。是，我们看到现在白棋依然没有落子，他可能还是有在做这个打算。看看实战粘上了。这个你见过吗？我没见过。这个我感觉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定型的下巴。这棋还能粘这个，这个粘是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临场想出来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也确实用掉了一次。我觉得不是。不是，我觉得他应该这里面的很多变化他应该都很清楚。只是他可能临场在做一个选择。他就不太确定这个好还是退好。其实说不定可能一这个退这个粘说明这个挡可能都是可以选择的下法，但是
他可能在用这一分多钟去思考一下我到底要选哪个。嗯，但詹一格从局部的手法来讲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嗯，詹一格的意图就是让自己的骑行更加的坚固。我们先看简单，其实退是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下法。对，然后我觉得很多骑手们应该对这个变化应该是白棋挡很清楚的。然后搬粘对吧，对，黑棋挡住，然后尖一个吧，尖一个。嗯，首先呢，其实下成这样本身来讲白棋也不是不能考虑，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这挂了一下。嗯，那这一下其实好像似乎就没什么太大必要。对，白棋不平，下边是这还有个爬嘛，你在这个地方成控的就价值不是很大。对，意思不大。嗯，将来如果要选择挂角也是往这面挂，那这个棋形可能跟实战比的话，可能是不是姜维杰是白棋是吧，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棋形如果能下成这样整体会更厚一点，当然黑棋也不会尖了。那这有一个家，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弱点。嗯，詹宇我确实第一次见，学习一下，学习一下这个学习一招。那粘的话，黑棋这个局部依然可能还是得拐弯，这应该还是要拐啊，它也是拐，然后立。黑棋这个定型，其实我们也是，反正我是第一次见的。嗯，爬。但看到好像连笑对这个，也并不是很吃惊。我觉得像他们这种级别的棋手，应该是，对一些局部的一些变化，应该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了解的。嗯，啊，如果要是谁没有了解到，那可能就是用功程度要相比对手要逊色一点。因为这些变化，我相信如果不是他们都摆过很多遍，他们也不敢轻易在比赛中使用，尤其是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是，你看连笑下得很快啊。嗯，其实一切尽在他掌握，莫非是？然后黑棋拖。对，由于白棋这个子站在这个地方，黑棋就千万不能再尖这个了。再尖这个棋形就显得可能有点委屈了。哎呀，这个好像差很多。对，所以黑棋实战是连笑拖在了这儿。这个是不是也不太好意思顶？顶跟被白棋长。那这个好像里面这个以后被一搬，目数好像很惨。这一立这个搬粘还是先手。嗯，就算勉强能活也是很委屈哈。啊，他想下成这种效果，拖搬就直接退。嗯，就退一个。这是他的理想型。嗯，这样可以获得一个先手。对，那实战白棋也没有让黑棋如愿，这个直接搬了下来。啊，这个确实第一次见，这个还得等着张老师来点评一下。这个我跟你一样都是第一次见到，我也但是感觉连笑好像对这个棋似乎是成竹在胸啊。他下得非常快。嗯，黑棋打吃。那现在看起来这之前挂一下应该是便宜了啊。那莫非其实姜维杰他按理说应该是这是一整套的思路。嗯，那其实就棋来说，因为我确实第一次见，感觉上黑棋还可以。因为这个脚上还留有一个坐活，头已经出来 了是吧。嗯，但可能也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吧。这个出头不能单拐吗？就打了一下，打到一下啊，他觉得以后留一个坐活他就可以满意了。对，然后粘上打了一粘。嗯嗯。那这个地方其实现在白棋呢，可能他的意图就是第一，他也不打算去攻黑棋。嗯啊，他可能只是需要去借助一些步调把这两边都走好，可能这个目的也就达成了。但是黑棋呢，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满意吧，飞了一个。嗯，就像张老师说的，像这种变化，他们在之前训练里肯定是有研究过、有摆过，应该是双方都比较能接受的图。现在来讲，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的这个研究模式可能不太一样。嗯，以前可能都是大家在国家队里自己摆，啊，然后大家都是自己跟自己拆，然后呢下起来大家都差不多。啊，反正大家都一起摆过，你这招。我也都知道，嗯，我这变化你也都懂，那摆起来其实没有什么秘密。嗯，但现在这些棋呢，可能大家都是自己关起门来摆，就通过电脑去摆。对，通过电脑去摆，我就不跟你摆，是对吧？对，那就可能各有各的这个想法跟判断。对，然后可能就是说，你像这个布局，连笑很一看啊，
这个对手也是摆过的，嗯，看起来这个也还可以。对，就是对于连将来说，觉得黑棋能接受；对于姜维杰，觉得白棋也还可以。对，然后黑棋跳起来。但如果这个地方，有一方如果没有研究过，那可能就要吃暗亏了，在这个地方。至少在这个时候，我感觉两个人应该是打了一个平手啊，在这个局部当中。是，一飞一跳。就张老师说，这个挂一下便宜了啊，如果没这个挂的话，没这个挂，这个棋形就有点问题。没这个挂，首先你现在来讲，你就得去挂这个，嗯，对吧？嗯，你这个不挂，如果被黑棋攻过来，这好像不太像话。是，啊，但是你这边如果现在再挂，那首先人家肯定就不会跟着你硬了，嗯，他肯定是把这个战火要烧到这边去了，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姜维杰的一整套的这个思路，是吧？对，就是从他那个挂开始，然后一靠一挖，嗯，非常的连贯，非常连贯。要不然，如果他要是选择退的话，他就不会去挂这个。嗯，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是，黑棋这黑棋跳出头啊，这个是必然的。嗯，白棋拆了一个，拆到了这个地方。嗯，这个拆这个位置的选择，我们看到姜维杰也是，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可能也是比较纠结这个选点的问题，是吧？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最想下的两个点，无非一个是实战这个，嗯，一个可能是再过去一路，嗯。但这个他是不是觉得有点担心啊？这有个点啊，应该是，这始终这是点是看成黑棋的先手，那。你说这万一一不高兴，这什么碰进去，也很难处理哈。对，这个地方他是不是觉得这始终有个隐患？对，嗯，他索性他还不如先把这个地方先补强。对，你从这儿打入呢，再说，嗯，啊，再研究，嗯，就拆进了一路。对，而且这个你可能就点不到。嗯。而且我们都知道，姜维杰是一个力量很大的棋手，他这个。把拳头缩回来一路，说不定对你这块可能还有点想法。然后黑棋飞，这飞这个，嗯，这是很大的一步棋。嗯，啊，不管 AI 怎么发展，这步棋永远都是很大。嗯，对，小飞一个，小飞手脚。啊，白棋压，然后黑棋搬起来。搬，啊，这个基本都属于必然了。你敢搬，我就必须要断。但这个黑棋也没有心情再跟着你再去尝一个，啊，像这种四路跟三路压长的交换，我相信白棋是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欢迎的，嗯，他能走到都是便宜的，就把黑棋的子效变低了，对，那所以说你任何时候压的可能都是要白，白饶黑棋，白棋断，那白棋断的时候，我看这个实战它是二路打嘛，还有没有三路打呀？嗯，三路打是成立的吗？三路打打在这边，这个，就立有点谈不拢了。这个，嗯，这首先这拐出去呢，这个作战你是要吃我们长吗？嗯。但是感觉你一旦如果哪个环节扳不住我，那这个就要被立死了。所以这个地方黑棋只能是选择这个二路打，是吧？对，打应该是第一步是必然的。嗯。然后白棋长，这第二步棋可能有些，比如说压这个好像也可以。嗯，对，压这个好像在棋谱当中也出现过。压，然后白棋呢，拐下去，啊，这个就更复杂一些。爬呢，就相对来说，大家就不需要费太多的脑筋，嗯，这样的话都比较好理解。白棋这步长也必然，黑棋这步长也是必然了。嗯，对。就接下来像张老师说的，不需要太费脑筋。对，这个因为你再压的话，被一拐，那这里面变化延伸起来又变得很长。嗯。而且现在来讲，在这个地方如果作战的话，其实我感觉黑棋的方向还是可以的，因为第一这边有个子，这边有个小飞，等于他先等了一步在这个地方。嗯。而且我们就看这个，如果黑棋从这条线跳出来的话。只要白棋没有什么特别严厉的手段，那感觉上对白棋这个势力应该是一个限制。是啊，嗯，比如说我们就简单的看，大家都不停地往前跳。嗯，你看他第一个也是在跳。对，然后黑棋也是跳。也是跳啊。对，你这个头呢又不能随便让我过来。
白棋，白棋也是继续跳。然后去点了一下，这个点是正常情况下都是不能对不亏的是吧？因为他可能需要看一些时机，比如说这个点可能现在能点到，那以后去点说不定就点不到了。就一般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跳的话，点完一下跳再跳，不然就很难点到了。对，而且对于黑棋来说，他可能就是说我先点你一下，以后就是这几个子呢，其实他可能处于一个可弃可取的状态。我们知道很多棋形，比如说我一旦把你点后之后，可能自己会有些弱点，比如说什么挖断这种啊。但是呢，对于黑棋来讲，他并不是很担心你这种手法，因为这两个他可能随时就弃给你。这也是他为什么就也没怎么思考就去点你一下，他觉得就已经便宜了。轻哇，又点了一下。这个点完之后又点了一下，看来他可能这两个子就是准备打算弃了。对，这个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这两个点完再点啊，那这个白棋还不是很好反击啊，看起来。就白棋如果说通过反击，如果把自己下的这个脱不开手的话，黑就算弃了就算了。这个哦。我们枪棋就还是接住了，哇！那这个形状感觉是被黑棋便宜了，对吧？是这个点着第一下我们还看不出什么，但这第二下，这个就是感觉出现一个子象极低的鱼形出来了。对，我们这看有点像这个贪吃蛇的，像一个这个曲棍儿。客观来讲，这个棋形效率白棋是偏低的啊。这个连消还不依不饶，还要怎么先冲？就正常，如果不点这两下直接先冲的话，白棋如果把黑棋分断，可能这个黑棋这如果死掉的话，还是比较大。点完之后死掉了，就不心疼了。对，所以我不太清楚这第一个点白棋能反击吗？这个，因为我们看这第二个点好像不好反击了，这个你冲直接被冲死了。是，那第一个点不太清楚。因为这时间也比较短，什么贴或者怎么去找地方贴这个，这个不知道。对，就不知道黑棋如果真的冲断开战的话，谁会比较有利？因为冲断，首先第一，你冲断来讲，你这儿也欠一冲。我断这边，你冲了断这边，那不是还有一冲？这个就搞不清楚是要下什么。是。但其实可能连消也是先这个。考验你一下，看你有没有勇气贴这个。然后再点一个。不管怎么说，这个，我觉得能点到这两下，实战的心情是很好啊。这个人。然后白棋，这期白棋可能觉得忍不了了。忍不了，这个再爬的话，就再被黑棋跟着跳，那这个黑棋感觉下得太舒服了，是吧？这也被点两下，这再被一尖冲，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第一杆。然后黑棋挡。挡下来，你看现在来讲，黑棋真的就完全不管这三个的死活。这个你想吃就拿去。是。当时这个，我相信棋局下到这个程度，可能已经不在他们研究范围之内。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对作战的感觉啊，这个看谁力量比较大。因为如果要是他们能用功到这个程度，这一切还在掌握的话，那只能说这个。人工智能对这个整个围棋格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可怕了，太深远了，是吧？太深远了，对吧？你想，我们现在已经多少步了，对吧？这已经六七十手出去了。不知道连笑的棋风怎么样啊？姜维杰是真的是很著名的力量，非常大。连笑好像也不松啊。连笑力量也很大，是。但是连笑的力量跟姜维杰的力量又不太一样，感觉姜维杰的力量是属于那种内功比较纯正的力量。那连笑的力量就是他其实劲儿也很大，但是他感觉棋也下的比较的飘逸啊，自然。但是呢，你要真跟他比力量，他也完全不虚。他在棋界有一个绰号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叫什么吗？叫什么？叫连大胆。哦，这个不知道。就是说他不管他，你先别说他力量怎么样，他胆子特别大。他什么棋都敢下。
啊，这个一起跳，一起跳出来。啊，这个思路我确实也是，他就先放这两个，然后还是要把这个拽出来。嗯，啊，这两个是起到了一个骚扰的这么一个作用。他觉得这两个交换可能是已经便宜了，如果这个不下单跳，白棋可能回防一手棋，会走的比较完整。棋单跳，他可能怕白棋什么走在这种地方，我估计是，就围的比较大是吧？对。然后他这先给你放两个，虽然说看起来自己的处境也比较危险。但是呢，你确实是没有吃过的。嗯，啊，这白棋自身的棋形也是不是很好。白棋跳，二三一。哦，这个棋看起来下得很刺激啊，感觉上姜维杰好像更放的啊，这两人放的都很开，说是。对于姜维杰来说，这盘棋可能压力没那么大嘛，反正已经出现了。对，但他肯定还是。客观上来讲，他还应该是想赢，因为没有棋手是想输的。对，这是第一。而且首先来讲，连笑的实力，毕竟比韩一舟还是要稍微强一点啊。嗯。那么如果他这盘棋如果输给连笑的话，那么下一盘棋两个人再遇上的时候，他的这个气势肯定也不占上风，对吧？嗯。飞。而且他真的要把韩一舟救了的话。这个韩一舟最后一盘会不会暴打他，这也是个未知数啊。就反正总的来说，他这盘棋拿下，他下一盘棋会更好下一点。对对对。二十。小飞。嗯，这两个子如果该白棋先动手的话，应该是死掉了。二八。哦，就这个。就白棋，你说的是这两颗子、啊。你说这两个啊？这两颗子。哦，我以为你说这两个。啊，这两个确实也死掉了，但是这两个吃的没有什么价值。吃的好像成本太高。他索性就把这个刺掉了，对，是黑棋粘上，而且这个即使白棋再加一刀，那么是走在哪儿？可能是要粘在这儿吧。这样的话，这两个子其实可能还是有点味道。这什么一碰，嗯，也不敢说就完全就吃住了。是，看来这个连笑这个战术还确实是挺让人挺头大的。就让白棋这个实战局部脱不开手，好，白棋这个反夹，走在这儿，这个更多的就是一个做活，再去给自己找眼位，寻找眼位。这个目前看起来感觉上，你觉得形势怎么样？这个时候？形势具体怎么样不是很清楚，因为没有做一个这个详细的判断，但我从我感觉，我觉得黑棋还可以，黑棋还可以，对，黑棋这个调子还是比较顺的，尤其这两手棋这个觉得便宜还是比较多，然后现在把这个地方一做活，只要能把这个一做活，那实际上来讲，黑棋应该是不落下风，是，然后这块棋也非常顺畅的出头，从进程上我觉得黑棋还可以，但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怎么样哈，这个形式。那首先第一，这两个子到底是死是活，这是个问题。嗯，如果要是死了的话，这个被白棋任何时候去加一刀，我们看这个，如果要是就没棋的话，那这块空还是非常可观的。嗯，十五、十六、十八、二十二、二十六，这已经四十目朝上，那这个黑棋的实力可能会出一些问题。是。但现在是该黑棋下这个，哦，黑棋脱先了，走这个，那他是觉得这个局部直接做活可能成算不是很大，或者即使做活了，中间这块棋有点薄，也不一定便宜是吧？他可能还是想试一下白棋的硬手啊，嗯，因为第一呢，就是这招棋其实它的选点比较。我们说比较的妖啊，这步棋，嗯，就其实给你一条路，他不是说打在这种地方不给你路走，或者打在这种地方，啊，他给你一条路。其实你这个地方你想连，很简单，你一拖就连过去了。嗯，但是呢，你像姜维杰这种性格，你让他往底下溜，其实他肯定是很，一百个不愿意，对吧？你这还要被扳一下，虽然说你可以断，我们看其实拖大概是这么一个变化，这就长，嗯，对吧？嗯。这个地方虽然说白棋可以过去，但是首先第一自己的气比较紧，然后呢，这一旦被靠过来之后呢，这个后薄，
肯定是要逆转了，这被靠过来，这黑整体就变厚了。是啊，所以说呢，他给你一条路，但是就看你接不接。对，你要回去呢，他就心情上至少是挺舒服。而且像刚才我们摆那个图的话，如果黑棋这个中间逐渐加厚，这里活棋就有点很轻，可能会比较轻松了，就没有什么负担了，就随意的活了。对，所以实战白棋也没有从上面，没有回家，把这个路先断掉，他就根本没有往底下去走的这种。这个是姜维杰的风格，我觉得他肯定隐隐的还是瞄着中间黑棋这块薄棋，他不觉得这是厚比较厚的一块棋。就现在像他们这种级别的棋手，他们下的每一步棋都是非常注重效率。就我们看你很少能见到就这种招，这种招你是完全见不到的，就是说自补。这个棋可能下出一盘棋下出一步来，可能会立刻就落入下风。你看他每招棋都是，无论是黑棋还是白棋，他都是下的很激进。对，有一种这个以攻为守的感觉。对，看似在攻击对方，其实也在防守。对。然后退。哇，这白棋白棋拖的火，这个棋是越下越乱。这个地方。然后黑棋扳住。然后白棋糊起来。就这个时候，其实两个人都是在寻找一个头绪。我相信此时两个人对于这个局面都觉得比较的混乱啊。他们下的每一步棋，其实我们看，你说这个时候拖完之后，也可以连扳，对吧？但连扳之后，这个棋对于黑棋来说就变得好掌握了，啊，他其实就给你活，比如说粘住。你一旦被黑棋腾出手来，去先手定型的话，那这个整体厚薄可能立刻就要产生变化啊。是。虎完之后，比如说这种地方什么，首先第一这个地方没虎，对吧？比如说这什么被点到这种地方，然后这再一跳，这个可能白棋就觉得攻守可能就逆转了。所以说呢，他其实也是在找黑棋的一个头绪，对吧？也不让你在这个地方脱手。然后黑棋这个地方感觉像是用掉了一次，是不是半天没有落子啊？他其实肯定是在想这个脱虎之后的应手。对，黑棋他说是否担心如果黑棋退的话，白棋如果真的强行压进去有这种可能性吗？有啊，肯定是有啊。所以他拐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担心这个压哈。看起来是这样，因为你退这被压，第一局部的杀气好像应该是杀不过了，你挤他就挡住，对，打吃跳就往里搬哈。所以说呢，他其实也想过这个打，但这个打呢，同样有点担心白棋反打，从底下打，对，从这个地方打。黑棋提，白棋打吃吗？白的打吃了，打吃完接住。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然后黑棋拐出来，白棋再从这儿再立下去，这个就越来越看不清。是。所以呢，他先下一个。是，尤其这个比赛的赛制是快棋，在这么快的这个时间内去思考出这么复杂变化，可能他们都没有成算。对，还是选择相对能看得清楚的一个变化。因为这个拐出来之后，首先第一，白棋他觉得你在这个地方暂时没有特别严厉的招法。因为你尤其你自己这几个还是没有活境的一个状态。白棋飞了一个。其实姜维杰也是，他可能一直也在看这个地方，我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冲击。飞，黑棋贴，这个棋下的很精彩。白棋长，感觉这个贴身肉搏战开始了。对，这个无法避免的一场战斗开始了。而且这场战斗就是属于两个人其实都挺虚，我感觉。因为首先第一，我们看黑棋的形状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但是同样呢，白棋形状也不见得有多厚，这个地方感觉也是欠了各种的靠断，对吧？对。而且这左边到底是什么情况也都没有说清楚。也就只能凭着感觉下了。对，这个地方确实。然后你要说谁看清楚了，我是万万不信。这一飞看起来也是局部的棋形，可能也是好几个断点，漏洞百出。但你要直接去冲击，也未见得能就有成算。对，这个
首先第一，他需要担心自己的这个形状的弱点。嗯，你如果要是冲击用力过猛的话，你还要想想这个地方我自己的联络是不是还要伤及自己的骑行。对，但不管怎么说，这几个交换我感觉白棋应该是便宜了。嗯，对，就算白棋这个时候其实不下，轮到黑棋自己补一手，就黑棋也不知道该补哪。对，可能啊，我可能只能整双一个这个，能勉强连回去。他已经起到破坏黑棋形状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接下来这个未知数还得去处理，这不能就一直放着不走了。嗯，我们看这如果简单的打呢，打就粘，粘，嗯，冲，哇，好想把你断了。啊，你断了他就算了，断了他可能就拐出去了。但我其实就是怕你什么都就扛住是吧？都跟着我硬，我是怎么办？我接住或者虎。嗯。嗯，这个还是看不清，这个实在是太复杂了。有什么还得打上去？从棋形上感觉，白棋不怕。不怕是吧？对，因为这个黑棋这边有两个断，然后这边有可能面临被封进去的感觉，然后这边还有断点。断了，断了他就拐。这个是不是有想法？那他可能就算了。我猜错了，转身了是吧？对，就是属于我们这种力量比较小的棋手。这种下法可能对姜文杰来说有点意犹未尽，也是吧？至少不是他的路子。对。啊，姜文杰实战我看到他的下法还是像他的棋风，以攻为守。他呢，先去跳了一个，先去跳这个。嗯。啊，他第一呢是在瞄着你的这个弱点，同时呢也是在加固自身啊。嗯，这个也是形状的一个要点。对，你如果下这步棋，那他就很高兴的一场。嗯，这个形状看起来黑棋真的是漏洞百出啊。嗯，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去贴这个。黑棋是走了这个，把吃在这儿。嗯，反正就是不肯老老实实自己补。嗯。不打吃在这儿也是，是不是也是瞄着白棋自身的棋的弱点？嗯，所以白棋下一步棋紧接着这边双了一下，双在这儿。嗯，这个时候黑棋就算了是吧？嗯，你既然往这儿走一个，那他也一子两用，就顶一个，无形中这个地方就又多了一个，是吧？嗯。这个整体来看，这个棋还是非常的复杂。这个首先呢，这个黑白棋这块没活，然后呢，黑棋这个地方其实是有点弱点，但是白棋到底是怎么冲击也是看不清。十，未知的变化很多。哦，白棋又跳了一个，白棋的这两步跳还是稳扎稳打，挺稳健的，我觉得。对，他没有去贸然的冲击，因为他其实没有成算。嗯，第一呢，这个地方我们看始终来讲，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啊。嗯，然后呢，他先把自己这块处理好呢，首先第一呢，我这块棋先保证自身无忧，等接下来是不是要去冲击这些，那就说不清了。嗯，这个黑棋本手是不是还是加一手棋？本手感觉上是在双一个，但是呢，我感觉他不会这么下。就像嗯，如果是我下的话，我有可能双一个，可能会先去张牙舞爪的怎么去吓唬吓唬别人这一带，然后但是最后中心思想可能还是要先回来，但是我觉得连笑应该不会这么下，就自补一手棋，可能觉得效率比较低。对，因为这个我们看它毕竟是个单关嘛，对吧？嗯，除非我这招棋我。很明确，我走完这手之后，我要不然去强攻你这块儿，要不然就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动作，否则他们不会随便下这种招。是，果然，哦，飞，还依然是以攻为守。但是呢，我刚才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啊，嗯，就是连笑。首先在下这步飞的时候，他当时的那一次已经快到时间了，已经夺到28的时候，他突然间这个手特别快的走了一个，然后呢好像他走这儿这个手法也并不是很坚定，我感觉就还是有犹豫的感觉是吧？到底要不要走这儿，就是他潜台词是不是我突然间先没时间了，我先下一个再说。对，我这张棋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但他又不想就是在这个地方再用掉一次去想。对，他觉得没那么重要。是吗？
这个是一个快棋的一个很多棋手都会遇到的一个局面，就是我在这个局面很迷茫的情况下，我只能靠感觉。嗯啊，我不能说是我在这个地方先花上个四五次去想一个完全对我来讲是一个未知领域的一个东西，是对吧？所以快棋比赛更多的是考验这个棋手的一个棋感。对，他其实自己下这步棋呢，他也不知道这步棋的意图到底好不好。你说其实这步棋到底在干嘛呢？我下一步可能要封这个，我们先简单的解释一下，要封这个，对吧？嗯，这一跳可能这块进去了。嗯，同时呢，对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对。啊，又是一个，因为这个地方感觉上可能还是有一些顶啊什么的各种的分段手段，对，这个地方可能是个顶，对吧？嗯，就这手棋看着其实还是挺华丽的，就这个飞，对，这个飞，而且它毕竟是走在了外边，是这种招下出来，反正对于对击者压力是挺大的。嗯，然后白棋是飞，白棋飞在中间这一手棋，飞在这儿，啊，先确保这个先别封住，对。至于你上面他怎么觉得也不怕，你顶他就是不是就立下去，是，而且这个时候黑棋暂时还脱不开手，这个局部由于这边多了一手棋，这个地方就很严峻了，所以黑棋这个还是得加一手吃。我估计现在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这个韩一舟也是一头的雾水。你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呀，小鹿乱撞哈，能不能给我来个痛快的，对不对？然后白棋这个出手了，啊，终于出手了，这个靠断，还依然还是很乱的这盘棋。对，这个靠，首先呢，他肯定是感觉到了对手的压力，那么他呢也是，这几个人靠断，然后这个估计是要退，嗯，退吧，这个几个应该，这个不能给，这个应该不能给，这个是得退啊，然后再。但这样去，这样断会有便宜吗？这样断，他被一虎。主要问题的关键是黑棋局部是活棋，这个地方。局部是活棋的话，那你单关去把，因为他这个头已经飞出来了。嗯。你去断他，啊？嗯，白棋是反扳，白棋没有断。哦，是这个是吧？嗯。这个是还有这种手法，确实是没有注意。他其实可能就先看你往这儿去下了一个，他才决定去这么去断。嗯，因为一般来说这种断法感觉上是为了联络，更多的是为了联络。这个断主要是被黑的粘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子儿现在实在是，嗯，这个有点薄弱了。是，这被一跳，这地方就白棋快连不回去了一样。但是他看你这个地方先下了一个，你这个地方有先期投资，所以他才临时决定从这儿扳断。但这个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啊，这白棋是不是只能粘上呢？粘住了，粘住了。嗯，对，还粘住了。这一代的亏损也确实是有点大。黑棋迟迟没动手的原因，他也不知道下哪比较好。但这边逐渐加厚了。这个跳呢？嗯。啊，跳你这虎这个先手是吗？嗯，你就先硬扛啊！你这个先手，然后去尖。哇，这个。但黑棋局部做活是不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也不一定哈，真是。啊，这个黑棋可能暂时也不敢硬来，因为这样的话，这块毕竟还没有活。我们看，虽然黑棋连起来了，但是连起来还是不活。嗯，对，这块棋没有眼位。那这个看起来好像白棋这两招还是挺狠的，挺狠的啊！本来是觉得姜维杰这个可能两块连成一块，这个突然收手了，但其实并不然。这个如果一旦黑棋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好手段的话，我们看这黑棋感觉有点难办了，这个地方。嗯。因为这自己毕竟还这块还没有活，没有活的话，白棋现在收获是很明显。白棋已经把上下两块都连起来了，是。靠完一粘，我们看刚才这个直接跳，嗯，哦，是不行。哦，连校这个是准备就地做活了吗？那这个白棋可以啊，感觉。
战果颇丰啊。嗯。那如果只能做活的话，那这个我觉得无疑是平。但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二十。这个就因为黑棋其实这个冲是绝线。是。我们看虽然说白棋这个冲是先手对吧？因为冲这个先手，意味着这个虎段其实是后手。啊，但是其实作为黑棋来说，这个地方黑棋也是，由于这个先手，那这个地方不知道能不能冲击啊？这个，或者是这个。跳。跳他就贴是吧？他就全都扛住、嗯。他是不是先让自己做活，然后保留这里边的一些手段？哦、嗯，吃也。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一旦白棋可以逼着你自己去做活，我的理解是这个棋，他应该是不会亏的。嗯。而且白棋这两块棋都连成一块了。对，因为主要这手棋，没有负担，这手棋是在干嘛呢？嗯。但是可能连笑这也是没有办法是吧，先把自己做活是哦，而且其实可能他也想得开，他其实觉得最后真正影响胜负的其实也许是在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个劫，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白棋就简单的是拖了两手棋对吧、嗯、一拖一扳一虎一打，如果这个地方要是就死了的话，那其实白棋也很受伤。嗯，那么来讲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整盘棋的重点到底在什么地方，还是白棋就可以轻易把这个就放弃了、嗯、这可能需要判断一下，就白棋把这个加手去吃掉，黑棋那边加一手，不知道目数怎么样。而且你就简单去加一手，我都不知道黑的真的会补吗？哦，黑棋吃了这个、白棋是补在了啊、哦、白棋小尖相对比较温柔的地方、嗯、但是尖在这。刚才我们一直摆的是粘在这儿，补在这儿，他是觉得有点虚是吧？现在由于这多了一个，那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你再这样去，那人家这一靠肯定是活的，这个是毋庸置疑，这你不可能吃得掉了，因为白太薄了，整体来讲。嗯，实在是补在小尖的位置上，嗯、然后黑棋打吃。对，这个是很大，这步棋。然后白棋反打。因为如果这个时候黑棋如果自己补被白棋立在这儿的话，我现在这个目数应该是大差。嗯，这肯定不行。所以黑这个还是得先撑住哈，而且打吃应该有先手的这个意味。打吃完提的话，嗯、白棋打，然后黑棋提。黑棋提。这里边将来如果白棋不走的话，应该有点棋。它的次序是什么？尖吗？先尖这个，尖它就团。嗯，有点味道，感觉上。对。就搬完了，哦，搬完了，家里。有些味道，但是暂时来讲，我感觉，至少目前白棋还是不会走了啊、嗯！你看白棋活上去了。二十。其实白棋这个棋是不是就直接打？我觉得也可以嘛。对，这个是。打黑棋是吧？提他就打下去呢。这个感觉，我觉得白的已经够了呀。真是，再接住你打他就拐，我感觉下成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嗯、但是姜维杰好像丝毫没有收手的味道。这个其实目前呢，我们先别说他胜率怎么样，因为此时这个即使有一方知道胜率是自己占优，他也是对这个局面完全是控制不住的啊，嗯、因为未知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嗯，尤其是我们看姜维杰他开始打劫的时候，至少在他的判断来讲，他认为此时他是比较厚的一方啊，他应该是一个审判者啊，要不然如果要是他自己觉得很薄，他应该会选择转身，他会打这个。嗯，至少他是认为这个时候他需要去踢、嗯、然后白棋提在这儿是作为一枚劫材吗？提一个啊、他肯定希望作为一枚劫材、嗯、但到底提在这儿黑棋能不能啊、哦、首先我们看这手棋第一招往这一下，那这个地方就彻底没有任何转身的可能了。嗯，白棋提整体呢是没有活，十就是走在了什么地方，黑棋还没有下。哎，黑棋这边有个小尖、啊、尖了一下、啊、尖了一下，在这地方交换了一下啊，跟你白棋这个双交换了一下。嗯，现在黑棋还没有下。
首先第一，他可能是我觉得是在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找只眼出来，这应该是他的一个想法。他啊，他可能是像这样冲你挡，他呢去开一枪，等你粘的时候，他这个地方能拱出半只眼。嗯，就黑棋这个时候可以脱手了，那边加一手，他直接这是打一这种地方。那白，嗯，这个如果是被这么打死，那这个其实白棋损失也是极为惨重，在这等于白棋那边就多提了那颗下面那颗子，不是劫财。对，这个如果是个瞎劫的话，那显然白棋我觉得不如直接吃这个好，嗯，对吧？这个如果全被吃住，是。就说姜维杰是不是有可能玩大了？这个有无算是吧？就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是冲白棋挡，黑棋打，你们还没有啊？黑棋打在这儿了，真打在这儿了。他打了，嗯。这一打就是让姜维杰我觉得有点难应了，因为首先第一，我们看黑棋其实你粘他这种袜粘其实也不怎么亏，嗯，对吧？嗯，你袜粘之后，他这个地方该怎么收还是怎么收？你这个地方其实因为你自己吃的也比较小，其实白黑棋也就算了。白棋也就吃了大概十六七目的样子，嗯，而且外面虎一下其实也不太损，是白棋啊顶，但顶完之后这里边提完这不是有打吗？顶这个，嗯，白棋就强行把这个眼位给他啊，就给他灭掉，对，给他灭掉，然后要求强烈要求那个是劫财，但是这局部的，但局部目数很亏啊，对，这棋、个、就提呢。这边一提，对，我看这一提，这都没吃住啊，提了一挡，这打完一粒又回去了。嗯，这些没有提哦，黑棋，哎，哦，黑棋是不是想把这个当劫财走了？对他觉得这几下他已经便宜了。十，就因为白棋你自己先往回去顶了一个嘛，对吧？嗯。就我们看这以后一提一挡一打一粘，这个地方无论是立还是搬了家，这个地方我们看白棋的目数都非常的受伤，就不知道白棋是不是还是接住，但接他确实是，我们就说他找了个瞎就行了。嗯，这个地方如果被打进去到底是什么，对白棋他又得判断，嗯，白棋提劫，白棋提了一个劫啊，这个目前来讲两个人这个劫是贯穿了一整盘，在这个地方，这个，嗯，嗯，还是这想把这个作为劫财提一下。那这个首先第一，这个还是得硬啊，这个不能被，嗯，这个应该不能，他不能有这种，这肯定要挡住。嗯，这个，那我估计姜维杰现在可能是利用这个读秒的时间吧，去计算后面的劫财，所以下的慢了一点，嗯，好，把这个挡住。那接下来黑的很劲儿提劫，嗯，哇，这个实在是看得让人头很晕，就是两边双方都有很多的劫，这个地方接着其实白棋可能还是能找到劫财，是，但是黑棋这边劫我们看好像也不少，这什么打一下，而且主要都不损，嗯，对吧？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就只能等到这个地方彻底的。结束之后我们再进行，就白棋接下来劫财它很难找，如果是想找这种吧，虽然说局部没有太大的这个目上亏损，但气有点装气的感觉，这应该是个不损的劫，而且这个应该，嗯，至少在你没有打到这一下的时候它这个应该是个，啊，对，那就找这个劫财打了这个，那这个时候主要打的确定是劫，是因为你没打到这一下，嗯，所以你绝对不能让这两个让我拔掉，这个应该是要劫。我们看到在打劫的双方就是下的还是比较慢，他们肯定是为自己后面的这个留一些时间啊。他也是用这个读秒的这个30秒去梳理一下这个劫争之后的一些变化，是，包括我劫财怎么找，对，包括可能要判断一下这盘棋打完劫到底形势怎么样，对，而且我什么时候去寻求一个转换，这个都是他们需要去考虑的，嗯，然后粘上，考虑的变化，黑棋粘上，嗯，你看找完劫财并没有马上提劫，还是利用这个读秒的时间去进行一些判断，对，但其实来讲他肯定是要提的，嗯，首先这也是一个双刃剑啊，我虽然说我在思考，但其实也给了你时间，我给了对手时间，对吧？
像有的棋手，这个其实就看风格了。嗯，你像我们都说的，像我们棋界有几把著名的快刀，嗯，像罗启和老师，嗯，像我们的亲仔李新成，嗯，这个只要他们自己想好了，就算是三秒钟，他们也会下，嗯，对吧？然后把问题抛给你。对，然后反正我自己，反正是我认为我已经看清了，你呢，嗯，给你时间越少越好，嗯啊。这个就是个人风格，是，然后打个吃。你看，像姜维杰、连笑他们，就是哎，属于比较的这个，对，相对谨慎一点感觉，也比较的这个节奏也比较的和谐。是，就是说，我们都各退一步啊，都大家都好好想想，对不对？嗯，不要搞得这么剑拔弩张的，这个没必要。打吃完踢，这个黑从自己找劫材，感觉还挺舒服的。对，黑棋劫，你们看这都不损，他提完一打。嗯，这几个劫材反而还便宜了。是，因为首先我刚才还没有看到我尖这个先手，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地方肯定可以连回去。但现在下一步棋至少这火力加，基本上白棋应该是没什么办法。嗯，啊，哎，接下来白棋这个劫材就找的可能没那么好找了，得可能自己想一想。啊，他一路搬了一个，我搬了这个。这个双方这个劫找的也都是，第一先得去想想这个到底是不是劫财，同时呢还得想想这个劫别太损。嗯，这个真的是很纠结这个过程，我感觉是。胡打住啊，一般一打，挡住，他觉得还是要硬是吧？这个白棋冲掉先手，这确实是找不出第二个眼。虽然黑棋这个局部可能特别有这个。反击的心情，比如说，哎，这个虎也类似，但他可能也看不清楚。他首先虎这个，因为白的这个是先手，白的粘这个先手，嗯，然后这个拐也是先手，他这个可能一下没什么意义是吧？就觉得可能不是棋形，嗯，然后他挡住，白棋踢劫，白再踢回来啊，这个两个人这个劫是找了很长的时间了，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可能都有无数个机会可以回头，嗯，但就是由于两个人都不肯退让，啊，我，这个应该不是退让的表现，我觉得，搬在这儿，看似没有继续打斜，我这步棋，这个感觉让这个战火更加升级了，哦，这个。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心态去下这步棋。嗯，因为这步棋首先来讲，我们看，我觉得第一呢，我们看首先白棋第一个劫肯定如果要开啊，对你像他实战肯定是要开在这儿，因为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它是有应该是有很多本身劫。嗯，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劫，我们先不用摆过程，我们就先看作为一个结果。嗯，如果粘这个万一来讲被白棋轰成这样的话，那这个棋基本没法看，除非你后外面两步棋把我哪块棋吃了，这个是被轰成这样是绝对不能考虑的啊。嗯，所以说他下这步棋呢，其实他所要想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嗯，第一我能不能打赢这个劫？第二我打不赢的话，我怎么去收场？嗯，这两个他需要想想清楚啊。嗯，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就走这搬上去了，就白棋这个地方实战。直接开在这儿，如果开在脚上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被？开在脚上，首先第一呢，作为白棋来说，因为我觉得他劫材是够的。嗯，你开在脚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消劫的时候你不舒服，你现在只能消在这儿。但是刚才是消在什么？刚才是消在了下面。刚才是消在了这个地方，这个没法看的这个。这个拔成马蜂窝了。这个子可能要哭出来了，这个子。是。所以说呢。我真的还不太清楚这个连笑是怎么想的这个题，啊，打他除非他觉得哪个地方白的不是劫，然后黑棋这个时候中间贴了一手，贴在这儿，哇，这步棋贴在这个地方感觉是暗藏杀机，这步棋像是不好棋。这个我们看到，可能连笑他也是，属于急中生智吧，我觉得。嗯。因为他，你看这步棋已经是经过多少回合，他才想到这步棋了。嗯。啊，这步棋感觉确实比这步好像效果要是要好很多啊，这步棋。因为这样的话，
你这张选手有一个弱点，那么你一旦来讲这个地方如果补的话，那被黑棋一虎，那这个时候黑棋可能在这张会找出眼睛。嗯，我这个问题就又升级了，这个白棋皮黑的接住，然后白棋，白棋粘上，应该是要这棋粘上啊，就先接就接了一个。他觉得这个地方你还得硬啊，嗯。但不管怎么说，感觉这两下黑棋肯定是便宜了，因为这个一虎，这应该是要找出，应该要做出眼的感觉。只是目前他应该是还不敢去消劫，消劫这个局部应该还是，因为这个詹氏先手他去提完虎，这个地方白棋无论是贴，嗯，还是走什么，应该局部都是不活的。我猜测黑的可能这个时候会虎一个，可能是要把这个事情再搞得大一点。嗯，虎的话，白棋、哦、虎其实白棋也就开劫了是吧？嗯，我看到这个黑棋陷入了相对来说的长考当中。走黑的应该是还没有落子，还没有落子，黑棋没有落子，脱先应该是不可能哈。这个中间这一带虽然说拱了一下先手，看似有眼位了，但实际上好像还是不能做出一只眼出来。对，因为这个我们看黑棋已经把他所有能走的先手，哦，还是先点了一下，还是在找眼。嗯，核心思想是先看看有没有可能把眼位先摆上，但是他这招棋应该是没什么用。但其实他也想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点本身它不是劫，它并不是一个劫财，所以说它点就没有这么心疼啊。顺便打一将，我们所说的打将就是呢利用这个交换又多出30秒的思考时间。嗯，但本身来讲这步棋对于它的做眼应该是帮助不大，因为我们看这个时钟，这个是先手，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呢虎它就顶，其实你这个地方是没眼。嗯，一虎啊，一点一粘，所以最后黑棋应该还是会回过头来去提这个，是吧？提这或者粘，嗯，啊，他应该不会提劫。提劫那如果补上面呢？补上面是会便宜一点吗？补上面，补上面也没什么便宜的感觉，因为你只会让白棋又多了几个劫财。嗯，他可能最好的应该是这个粘或者这个打吧。粘，如果是粘的话，我们看白棋，还能找出几个劫？应该是粘好，我感觉。黑棋这个速度感觉应该是至少用掉了一次吧。对，黑棋呢，从这个点开始。现在呢，就陷入到一种就是，正常来讲它是应该要补的，但是呢，他又觉得我这个好不容易去下了一步，至少你没有怎么去想过的棋，但是呢，经过了两个回合的试探之后，发现其实用处也不大。如果说这个没有用处的话，那这两个交换其实是不是也有可能亏损啊？至少是不便宜，看不出来明显的便宜。因为白就外面多一个子，总的来说应加厚了一点点嘛。对，其实呢，我们看这个快棋，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些微表情或者是动作当中能看到一些我们从棋谱当中看不到的东西。嗯，你看挺耐心的一些变化啊。你像连霄的这步棋其实就是思考了，花了一次，对吧？嗯，至少花了一次又下这步棋。嗯，那其实他肯定是不太想下这步棋。嗯，他如果是觉得这步棋是他很高兴走的话，那其实早就开始不到10秒的时候他就赶紧就下就行了。是啊，那其实也就是说至少是这几步棋并没有达到他的一个预期。嗯，就他的预期是想在这一带想先手做出一个眼位，做出个眼，然后把那个消劫。对，而目前来看这个棋，嗯，然后白棋把那个开上去了，黑棋提劫。那这个劫其实我觉得黑棋是没有任何可能打赢了。嗯，提啊，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很舒服的劫财，这必须要，因为你这个同样的道理，你这个打都打了，那你这个是不可能不硬的，这个是11 23 4啊，
就在打。嗯，那接下来白棋这个提完之后，黑的下一步棋要走哪儿？我觉得走哪儿，啊，除非这一步应该，这一步应该还是解了这个底。或者这一步有点亏是吧？这一步不能下。这个挖吗？嗯，这个挖首先白棋要提到这儿去了，就这个劫不能解。现在唯一可能是劫的，我觉得是这个。但这个即使是劫，好像也劫不够啊。这粘不还是劫吗？而且白这是劫啊，这粘肯定是劫。嗯，所以刚才黑棋是不是就是应该粘上？这样的话，等于对白的官子还便宜了，提了一串。嗯，就接住是吧？对，这样白里边两枚劫，那样的话里边可能十。嗯，这个有点搞不太清，嗯，感觉上应该是，但接的话以后这个地方留一双活，实际目数。黑棋这个地方没找劫财，他现在是轮到黑棋找劫财吧？啊，他就立下去了。黑棋就立下去了，他可能是不是也看到这个劫财不太够，越找越损。这个可能也就是他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战术，就是说我一旦打破我就撤。嗯。但这样会够吗？我感觉从进程上看，进程上还应该是白的还可以啊，这个又拔掉了。嗯，白棋拔掉了。整体来讲，就是说我们来清算一下啊。左下白棋还是把这个掏掉了，对吧？嗯。而且呢，这个地方黑棋其实没有什么目的。然后呢，这个整体白棋连后。啊，黑棋这个子呢，其实感觉上应该是价值不太大，就感觉上应该是黑棋还，啊，但黑棋其实我们也不能小看它的这个收获，就是说在这一代找劫的过程当中，它这几步棋便宜了很多。嗯，就冲挡打吃这一下，我们看这一下便宜的是非常明显，因为你看下一步棋它就虎这个，这个直接度过。所以这盘棋下到这儿，是不是依然是一个难分难解的一个局面？这个就需要判断了。这个问题实在对于我来说太复杂了。嗯，首先，我们看，其实白棋虽然说是折腾了半天，但其实这块它也没吃着，对吧？嗯。看起来这个手法是攻势很凶，是。但最后发现年终盘点是没赚着钱，看着来的客人挺多。嗯，这个反正挺热闹，对，看着挺热闹，但是发现没有实际的东西是吧？转了一圈，这个到底这个只有然后黑棋走这个，啊，这个挡，然后跟这个拆，这两个下棋也差不多。其实仔细点点目，我们如果就看成这个地方算白棋，能拐一下，拐一下提挡，然后度过。那其实好像这个白棋收获的也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对吧？这还要被跳一下，这块棋其实我们仔细点点也没多少目棋，四五六十四十七，三十二七，其实白棋也就三十目，三十左右。对，那黑棋的这个目数还是，反正看起来还是挺扎实的。那个角其实已经十五目朝上，四五六七，嗯，十五十七，25啊，这还有条边呢。那这个棋好像完全还是搞不清的一个状态。就看后半盘是怎么收束的，尤其在这一代黑棋是否能围多大的空。哦，不，白棋尖冲，这个棋还真的是非常精彩啊。嗯，这个还能走，白尖冲，尖冲。那其实最后胜负呢，还是要看中间的这个定型到底是怎么样。嗯，因为未知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至少我觉得可以肯定也是黑棋不能下这步棋，我感觉，或者是你下完第一步也不能说就简单去爬过，你不能说这个地方爬之后就被什么顶了搬过来，嗯，这个被直接被生吞了两个，被生吞的肯定是不行的。对啊，我们看就是说白棋肯定是最希望你下这个图啊，他一顶了一般，挡住，挡一般，这几步一下完估计这个棋可能就不用再下。嗯，啊，好，我们看他贴这个，对吧，他肯定是要反击。这个尖冲呢也是不错的一步啊，所以说其实整体来讲我感觉棋还真的是很不一定。嗯，因为我们一开始说这步棋虽然说看起来有点的不着边际啊，嗯，这个被穿过来之后，但其实整体发现
转了一圈，这其实还是有一个护盾，对吧？你不管他怎么样，他是不是暂时不太实际，但不管怎么说，这方还是有弱点，还是有断。对，而且白棋上面那块棋也没有完全活干净。对，这块被一立其实也没活干净。对，将来黑棋逐渐加厚之后，那块棋还真很难说。对，所以这盘棋依然是一个很漫长的。对，等任何时候，比如说黑棋这个子又焕发活力的时候，那其实对于白棋来说仍然很头痛啊。对，尖冲，然后黑棋踢，我们看到白棋这个时候也是，停顿了很久，还没有落子。哦。啊，跳，跳，现在其实两个人他，需要注意的就是说，黑棋呢需要注意这几个子，我们看一二三四，这四个子呢千万不要被鲸吞，然后呢，白棋呢，也就是说，他需要瞄着这几个，同时呢，把你的这个空啊，压缩到这个最低限度。黑棋跳里啊，就这底下，如果是被黑棋没有条件的全部围起来的话，这盘棋肯定是黑棋目数上要占优势吧？对，就没有任何条件的围起来。这个其实连笑，他其实始终我觉得他并没有放弃这个地方去冲击白棋的一个可能。我这个，白棋这个时候虎了一个。将就算了，是吧？哎，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给黑棋一个简化局面的一个机会。十，这样来讲，那问题好像似乎又变得简单了，这就变成收控了。这个可能是要管啊，因为黑棋已经把最重要的任务完成了，就是我确保这几个子不被你这个大幅度的全部吃掉。这个被挡下来可能不太对。管黑棋管，这个是要管。但是这个拐总感觉这里边还是有点味道，没有完全这个围住吧，这个空。比如说我刺一下，刺完之后我靠先手这，但刺的话它是不是就可以贴住？贴你再冲了拐是吧？但这样吃就不知道够不够了。你这么吃比刚才那个什么顶了搬过来要差很多。你看白棋就直接长了，白棋没有刺，就选择长这个，挡黑棋挡住。他可能也觉得下边其实价值也不大，你如果想围他就给你围啊。爬过那这个我感觉，我不知道白棋有没有更好的下法，至少是我觉得黑棋应该是躲过了一个危机，因为首先第一，本身这块儿应该是围不了这么舒服的。而且呢，这个基本也连上了，白棋就往这去走了几步，这个。就飞，姜维杰准备收控了。那在他的判断里，他觉得这个棋可能还可以这个下法感觉像是收兵了，胜利宣然。这个下法感觉应该是他赢了的意思，收兵。因为这个棋形，我们看，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常识的角度来说，星加小飞手脚，我们很难见到去这么定型的，对吧？至少也是要拖进来，是吧？因为首先你飞被人一挡，这明显黑棋是局部效率最高的一个手脚的办法，但他就是一飞啊，他就觉得赢了吗？那我倒不是觉得本身白棋这个尖冲都不要尖冲，直接去拖，我觉得应该也比他这个强。就白棋这几手棋其实没有走到实际上的。对啊，黑棋首先第一自己这块基本也凉回来了，然后这块边控呢，你也没破着，然后你这个地方还只能飞我一下。我觉得姜维杰对于这一代是不是还有这个这个棋又有想法。他拐完之后他并不是提的，他是打上去的，这个棋还能打吗？局部打劫，黑棋粘白棋提，黑棋粘上，白棋一路搬，靠这个是吧？白棋靠一路搬，
哇，那是不是就能说得通了？姜维杰这个地方先把自己下后，下后了之后呢，便于他将来这个劫财的这个选择。说得通吗？但是这个是说得通，我只能这么去理解了。嗯，不然就很难去解释。你想，之前我们说他飞这个像是收兵了，他觉得这盘棋不错。那如果他觉得不错的话，为什么还要去下这个非常顽强的这个劫嘛？哦，这个可能还真的是，首先第一，他可能觉得打劫就比他提的目数要好。嗯，因为这样来讲，我们刚才看提黑的度过，这要被跳一下，这被跳完，这还要搬粘还是先手？他可能觉得我不如索性我就跟你在这个地方打个劫。这个我们一开始确实看的比较的粗糙，真是、啊、这个劫，而且好像打劫他并不是很损。对，就是白棋就算劫打输了，可能比提被度过亏了大概七八目棋左右，但他外面可以加两手棋。对对对，啊，那这个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嗯，而且呢，就是说他认为这些棋呢，他并不是劫财，他可能需要一些更大的一些劫财。这个地方呢，只是起到一个加厚的作用。嗯，虽然说可能从局部来讲，这些招肯定不是最理想的一个定型的手法，但是他觉得这些棋可能对他以后这个整体后包会有些帮助。嗯，但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只能是顺着他这个思路去这么解读啊。就比如说如果这个劫先开的话，他没有这些准备工作，黑棋可能类似这些顶都是劫财。那现在这个顶可能就不是劫财了。我们只能去这么去理解，猜测，只能这么猜测。但其实我觉得他还不如直接来、嗯、还不如直接来开这个劫。我看黑棋吃，你看他觉得这个小尖是一个好棋。嗯啊，这个小尖是一个好棋。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打吃，虽然说局部是个劫，对吧，好像也是个打劫，但是呢你这个打吃就是完全不给自己留后路了啊。他尖在这儿，打吃如果提被黑棋消极的时候，黑棋直接打到这儿去了啊。那这个小尖呢，下一步棋我就可以粘，对吧。嗯，小黑棋提劫白棋，这个是白棋粘啊，这个是找了这个劫材粘上，比较舒服的本身劫，是黑的接入，然后黑棋粘上。其实我感觉，因为我们像刚才说到，如果他这个虎成立的话，对吧，那其实被黑棋提掉，白的这个局部目数也就是亏个八目棋左右。嗯，那我这个尖冲说的都是个劫呀，我直接拿这个尖冲当劫材不好吗？嗯，至于这个地方，你说黑棋会从这顶吗？我觉得应该也不太怕吧。嗯，顶白棋就往下立，然后黑棋跳，白棋就冲断完加回去，是吧？感觉上不太怕。嗯，因为这些我觉得可能都本身都是劫材，这个。我黑棋管。因为首先第一呢，虽然说这是个劫，但是对于黑棋来说，你既然虎在这儿，那它也并不是那么的重，你粘以后这儿立我还能打两下，对吧、嗯、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毕竟是先棋在投资，你并不是说是在打一个生死劫啊，除非你这个劫你确保打完之后你就赢了，嗯，那你可以这么去下。嗯，但目前你先完投资完之后，发现这个劫对于双方来讲可能都是没有那么重要、对，可能还是一个不疼不痒的劫。对，外面随便加两手大官子也是可以的，作为劫材。白棋这个像这种地方，白棋必须要硬，对，因为局部这个目数上已经超越了这个劫材。那这个劫，和白棋搬。因为这个整体来讲，我是觉得这一串的定型还是有点松。嗯，白棋继续提劫，这个就不知道他们的判断是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下到这个程度，这盘棋的质量还是非常的高。这个，一提跳了一个，是吧？这个应该是个劫，这个应该是得硬吧？这个不走被跳下去，好像整体还没有活。跳啊，或者跳吧，故意跳一个。总感觉这个地方有点怪是吧？啊、有点心虚，就是真的，白棋靠完断，黑棋能连回去吗？
靠了啊，这个问题怎么靠了段，也可以作为劫财下啊。河西这个地方是小尖在这儿，小尖在这里。那如果现在直接靠了段呢？那连不回去的话，哦，这个地方你挡呢，那就挡。哎，段，我们简单看一看段，它如果就什么，先打一下呢，打完就粘住了。这个地方是什么呀？吃了。这个首先至少是这面是要被打完，这个是要被拐死，而且他能不能打完去尖啊？这个地方啊，尖不行是吧？尖他吃杀气应该是不够。那这个就可能需要判断了，这黑的可能是就转换，就转换，就把这两个吃掉。打完一圈之后，把那个就把这个冲死。嗯，这个就你可以，哎，可以尖一个。尖一个，先顶是吧？打完然后顶这个，把这个挡死。嗯，把这个挡死。这个就需要判断了，这个有点看不清。嗯，我们看他，先看他实战吧。那是这样。啊，他反正作为姜维杰来说，他的这个思路呢，他可能先那边还有个劫呢，对吧？他不着急啊，他先去提劫。你这个地方，你不能说是那个就什么都不下就被我粘住也不好。啊，我们确实，我们看啊，你看他可能就真的就担心你这种招了，而且这个作为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劫财，嗯，啊，那说不定啊，你刚才说这个靠段可真是一个机会，就可能需要去数目白棋吃的跟黑棋吃的谁大的问题，对，看上去白棋还可以，连这俩子，因为他连这两个都吃了，嗯。有可能他应该可能就真的是一个机会啊，像杨子说的，嗯，我这个还真没怎么看，但可能也是这个快棋的关系吧，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去把这个目数全部数一遍。他呢正常的一个想法是先有劫先提，嗯，在打劫的过程当中，第一他也需要去点目，也需要去判断，但是呢同时你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他也错失了一些机会，可能，嗯，这个跳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劫财，因为这个粘好像被冲死，这个好像死得有点大，啊，然后白棋是点了一下，点刺，粘接，然后白棋贴回，白棋贴回，啊，这一代连笑下的很精彩，我觉得。嗯，那白棋是退在这儿作为这个劫财，白棋是不敢再去开劫了，是吧？他的力量应该没有这么惊人，现在冲这个吗？这个那个就可能就是天下大劫了。对他应该。没这么多劫财供他挥霍，我觉得，嗯，这个啊，就这个再提，这还有劫，这不是这可能转。所以退的时候，我们看到黑棋也是不依不饶啊，黑棋打在了这儿，他也没有直接粘回去。哦，打一下，啊，这打一下其实就是觉得目数可能，官子便宜了，粘，因为这个可能觉得以后这三个一旦被提起来的时候，嗯，可能会。就打到下应该是不会亏，嗯，粘，然后黑的接住，接住，接，然后白棋，白棋提，再提，啊，那这个时候真的就变成这个劫可能是最大的地方。那这个打掉下之后，这个很舒服啊，这个不是免费的顶吗？嗯。就由于上面打掉了这个尖的时候，如果白棋不硬的话，对，再打是绝仙，里边没活。因为首先感觉这个本身如果是收官，白棋可能有一些好手，比如说什么小飞或者是尖，嗯，可能能刮到一些目数。但这个感觉如果是，而且这个如果是劫财的话很舒服，啊，你看他就，我感觉后面好像姜维杰下的，我不知道哪个地方有点松。本来我还是挺看好他的，就是在没尖冲的时候，嗯，那顶一个。那这个得赢，这个不能先手被吃吧，这先手吃太大了。你如果没有打到这一下，这个还说不定，这个可能还可以不走。哦，白棋实战硬了，确实是打吃，然后黑棋继续提劫。
白棋这枚劫材是可以没有什么负担的使用，但他这种劫应该我觉得是会等最后一个劫的时候一击毙命的时候去找这个劫、嗯、先保留着哈、啊、对，先找一些你目前来讲还是得硬的劫、嗯、靠这个，等哪个地方真的打起天下劫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重磅劫材，我们觉得、嗯、啊，像这种劫他都得硬、嗯、靠都是要搬这个劫，我们看这整盘棋的主旋律就是在打劫，不停的在打劫、嗯、先从那个劫蔓延到这个劫，对，这是所谓的第一个劫争，对吧，第一个劫就已经打了不知道多少回合了，但、嗯、然后这又冒出个劫来啊，那这盘棋的手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少，是、哦、应该是奔着300就去了，黑棋接下来的劫材是不是只能从这个是劫吗？兼这个现在可能不一定是劫，因为你这尖被人粘，你这冲下来对他死活并没有什么危险、嗯、这种我觉得穿不是一个哦，他怕损是吧，穿被冲断拐呢，拐一个呢啊，他就拐了一个，拐在这儿拐一个劫，哦，就拐一个就可以，那这个就需要点墨了。嗯，这拐应该不能再硬了吧？这怎么硬啊？我们看，如果刚才如果是穿的话，这个摆子必须要冲的，这个必须把眼一闭。嗯，这拐我是怎么硬的？这我还能硬得动吗？对，如果这棋跟着顶的话，马上这个棋形就可能被一点就更难受。这再被点一下，我这棋感觉快是动弹。但如果说这棋尾却这么尖的话，那这亏又局部亏太多是吧？哦，他就粘消劫了啊！啊，消劫粘上，因为就是连笑他下这步棋，他其实也觉得你这个粘，你这个消起劫来没有说是，不是像这样消的啊？嗯，这样消的话呢，他可能在找劫过程当中他就狠一点了，但是这样他觉得你粘完之后，我这以后力打你这木都给缩回去的。但这个这到底谁赢啊？这个靠了。至少这样我们可以点墨了啊、嗯、我们看这块空了多少墨，这以后靠虎，嗯，这是白棋挡，白棋八九十一二十五十一十八十九十二三二四三四三十五墨，这块加这个角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四二四三四十五啊，这墨数好像也不是很多呀，四十五加全盘也就五十目左右啊，黑棋这还要靠这个。嗯，黑棋呢？黑有多少目？上面七八十五加六二十一加这条边三十，这条边大概三十二三目，黑棋五十四五目。嗯，那白棋五十目出头，这个就不知道是将来能发展成什么样，是吧？可能就这一代的作战决定了后面的胜负了。好像现在还是很细，我觉得。嗯。白棋刚才是说大概五十左右，黑棋有大概五十三四目。对。但这一代的定型，现在我们还是，如果要是说白棋，我们看有没有一些比较简明就可以。嗯、啊，白棋需要靠了一个，需要往这儿下，靠了一个。哦，已经需要往这儿走，那也就是说，这位一靠局部可能是不好硬。局部你搬它一断就断，打吃黑棋就是不是就下面就算了？他能打这个？打这个吗？他能打着粘吗？不行。就这个上面是弃掉吗？不是。啊，不是弃掉。啊，这一贴就死了。对，那不好。那这个我的眼睛中出现了一些幻觉。你打上面气，打上面也可能应该不行，所以他这个靠的话也是这个寻求一下局部的变化是吧，局部硬来应该不行，哦，黑棋顶感觉上白棋凶多吉少，但这个首先白棋得接着扛，哎，我刚才看白棋不能搬，你断他打这个呢就长，然后力呢
我如果，这一贴就回去了是吧？对，贴力打，这一打，那不行，那这个直接来的手段不成立。那看来这个棋，一靠，靠这个啊，这个地方真的是看得让人头大呀！这是在顶这个，然后白的去搬这个，然后黑的还要扛是吧？就说这个时候黑的收手还是不够是吧？所谓的收手就是转换，这个被冲死。但其实这冲白黑棋不是还能反搬一个吗？但搬你这趟也有些弱点。我们如果要就是看这样去转换谁赢啊？就按刚才的目数算，刚才是五十，把这个加上。35 36 37，现在白棋是60目朝上，45，这边现在大概45目。84 51 52，我好像还不赢。是吗？黑棋不赢是吗？好像还真的是不赢。因为你这儿多了10几目，他这儿也多了10几目。哎呀，这个地方还要接着再拼！哇塞，这对于两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场煎熬。你看他只敢搬一下，他连打第二下都不敢打，打第二下可能就不是，可能就就黑就可能就后手了。对黑就是转换，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被冲死的。这个真的是。白棋这个时候继续搬，然后黑棋打了下面，黑棋不敢打这儿是吧？打这儿会怎么样？打这儿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呗，他立。那我就尝一个。就这样，白棋是不是连回去也行？尝他就拐，你这个气可能是，如果你只能靠这种冲，他这个刺可能都是一新手。他是打在这儿打，然后白棋粘上，黑棋打吃。这个真的是。这样，我的感觉是白的要输，这样下。就我刚才我们判断的是白的把这个冲下来，然后黑棋把这个跳下来，是个细棋。对。但是现在其实黑棋虽然说没有刚才围的大，但是这里边还是目数，但白棋这中间缩水了很多，所以这样。总的感觉说白棋目数有点吃紧是吧？我感觉是这样，但到底怎么样？粘虎，然后粘一下虎，然后打吃。黑的上面要走吗？不用走是吧？3 4 5 6，你再仔细的点一点就有。好像还是很细啊。35，对吧？3 6 3 7 3 8 3 9 4 4 1 4 2 4 3 4 45 46 47，这白棋还有点目。这可能有两个棋，至少49 50 51 52，白棋52 3目，那黑台真赢。这后面真的也不见得赢啊。发生了什么？吃，然后还有虎这个是吧？对，吃虎，然后白棋提了一个，来这边冷冷的单提，这个是官子便宜呢，还是打将呢？这个基本是打将。然后黑棋非常机敏的，先弯了一下。这个猴也是确保这个地方就连回去了。那这个估计是团跟这个交换。白棋吃，白棋脱先。这个次序看得我也很入迷啊。是什么？他提了一个啊，黑的猴，然后白的再对，白再打这个，你挤也挤不死我，对，再打这个。那这个。
我感觉好像刚才点着变幕好像还是挺近，35、41、47、48、49，白的如果有50目棋的话，我们看黑的有多少目。黑的这刚才算团住，1、2、3、4、5、6、7、17、18、40，这块大概40目，42目大概，3、4、4、5、4、6、4、8、4、9、50、5、1、2、5、3、4、5、6、7、8，黑的也就是60目，然后白的50多目，其实还是有点棋，因为白的刚才我的目感觉点的有点松，它可能应该不止这点目。可以去粘上，粘上白棋小尖这个位置。对，而且这个地方可能黑棋的这个气我们看稍微有点紧，它这个地方粘住，感觉还是有点稀吧，这个地方。十。那这个就正常，我们看就是基本就是团一下，最多它可能是不是可以挤一下，我不知道，挤完再团一下，会便宜吗？十。可能会便宜一点点，跟黑棋直接团在这儿比的话，是。白棋拐住。拐住，这个你看，我们这以后如果是一顶的话，这好像不能被他顶。这个是很愉快的先找便宜，这个、这得硬吧，这得硬。这个下一步棋被一顶好像很愉快。黑棋能不能先抢掉这个，要把劫再他现在最狠的是开回去，打这个，对，开回去。这应该这拐一个，这个拐也是挺有意思的。第一，他这个时候是一个先手，他先这先冲你一下。然后呢，他其实目的是为了造出一些劫财吗？比较大的劫财，他先冲了一个，现在冲了一个这个暂时来讲，白的应该是要挡。这不挡被往里冲受不了。那么下面这个段是一个很大的劫财。对吧，这以后虎丸打完这一段你是必须要硬，就没有那下冲的话段是后手，有了一个冲，对对对，段就是先手，而且是绝先，是那可能在某些地方打起劫来的时候，真的是他对，就直接来了。我刚才就在看这步棋，那这个劫能让白棋最终只能粘回去的话，那这个目数就便宜非常多了。我不太清楚白这步拐是不是下得有点随手，他是不是本身就应该把这个提掉，我觉得是不是就挺好，就把这手提了呢，你冲他不是可以粘，那如果打呢，打就顶住是吧，对，打我顶了，我别拐这个，拐这个感觉没啥用啊，这步棋最主要的是我这被一打，这个形状是怎么处理的，白棋提这被黑棋再打，我看这连笑在这地方下得非常的凶啊，也是这个如果一旦被黑棋收回去的话，那这个白棋好像下的不太对。因为本来我们刚才看白棋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很多目的。我给他点。但现在来讲，这我都不知道现在应该下什么。因为现在全盘的劫财已经是高下立判了，这个由于这儿还冲了一下，对吧，这个虎是绝对劫财，这打完一段这劫财快数不清了。这白的中间如果没目的话，这盘棋肯定是已经很难再逆转了吧，中间这一冲也是，主要现在就看到这一步棋，这一步棋是应该下哪儿，现在可能要贴这个，我估计贴这个，贴我如果说挤呢，这边有冲冲不动，就贴了，贴在这儿了，是贴在这里了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他如果能全部扛，但是虎呢，如果得起虎一个，虎就挡住是吧，
他现在提呢？提劫你是要粘吗？啊，对，他就提了提劫。谢谢。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啊。这地方，你如果粘这边一挤完，这一冲就长。长，他这一猴呢？十一。哦，这有一挖是吧？对，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有生死的关系了。这怎么这个形状好像下的？我们说这形状这下的有点垮呀，感觉这个挤这一冲完，这再一猴好像出问题了。是，那个猴如果是先手的话，这边就有几段的一个手段，局部这一带白棋也没有活，虽然棋很长。这个我，白棋继续这个找劫财，这个不能提，不能粘上。我觉得反正白棋这一串肯定是下错了，他甚至他不应该顶这个，他还不如冲呢，我感觉就冲了把这个吃了。是不是肯定比他这个强呀？白黑棋断，断断，白棋这个还没有下。但这个劫我感觉对于黑棋来说是主要劫材差的实在是太多了。那打吃，这粘上白棋，如果说挤那个呢？如果想开这个劫呢？啊，挤黑就粘上是吧？首先第一，这个是要粘。然后你再挤这个是吧？就是说，如果黑棋粘这个，白棋还有一个放一个胜负手断在那儿，这个粘断断打，这还有一个这个劫。那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重磅劫财，可能就发挥威力了。如果这个劫一开的话，这个断肯定就不是劫财了。对，因为这片不能死。那这个我们说刚才白棋就留了一个劫，但挤，那这个是可能是一个好机会，莫非是？那我觉得黑棋这步棋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哦，正常其实就是团嘛。你看他来了，他果然挤上来了。但其实感觉黑的是不是就粘，把这个挤死够了？因为主要问题现在关键已经不在这儿了。问题关键是这面怎么办？这面我觉得如果处理不好，已经整体快垮掉了。这个对黑棋这里就粘上了，然后他就接了嘛。对，其实因为你刚才看这个还真有点搞不清，这个这边一断，然后你是只有打这个对吧？然后再挤，然后挤完断这个，然后这一劫看完之后他拿这个当劫材，是，那这个图作为黑棋来说真的就崩溃了。没劫了，因为没有一个等价劫材。但是呢，虽然这个粘，我现在我们看一看啊，白的把这个吃掉对吧，这个吃了，这白棋多了三目棋，然后破了黑棋几目，破了黑棋五目左右吧。五目左右，这个地方差了八目。那你这个地方被挤死，不是我六？这已经六目，这外面肯定还有目。对，如果而且你这个长还没有长到，可能目数差不多是吧？这么转换，反正我也没看出来白棋是一定是便宜多少。这个但还是说的，这一串不是问题的关键里面。这面怎么办？是这面如果要是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的话，那这个你便宜多少应该都没用。白棋可能只是在那一带想找个头绪，他觉得这一带已经不好下了，那一带说不定如果连象粘上，这头绪就找到了。这一带我真的是好，黑棋断。首先，你这个第一，你这三个是不能被提吧？这三个被提了，这目还能够吗？他还是又提回去了，对吧？然后虎，但这种劫肯定都是感觉很苍白啊，这劫差太多了。再提，这个我很好奇，白棋应该怎么去？因为这个，我觉得他有可能误算了，这个地方他是不是没注意这有一猴？他以为这个地方可能连的挺安全的。但是就是这一带这个棋形，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这个拐好像没有，好像拐的不是地方。因为始终人家这有一冲嘛。这个劫白棋跟黑棋肯定没有办法打，这个自身这边还有好多劫材，白就粘上，黑棋挤来，挤白是不是只有粘这个呀？那这个棋再一，
不是粘，靠呢？是首先，这个刚咱们说的冲完之后，这里边不是已经死了吗？那我是不是也是粘这个木梳好？粘我，你靠我把这个冲碎了。哦，它粘在上面去了。十，嗯，粘这个，对，那这不是马上就鼻青脸肿了，是吧？在这，十，他是不是还要粘这个？不粘这个的话，这俩子儿掉了。我靠，你冲回来，我把这俩子儿断了。就这个时候，我感觉白棋可能已经这个形势不太乐观了。哦，你粘这个啊，冲这还可以挡是吧？挡完这还是有一击。嗯。那太惨了，是，那好像你无法收场了，这个形状已经。哦，我还以为可以突然把这个吃死，那这还有一起呢。那黑棋断，这个我这个有点惨，我感觉有点惨。嗯，白棋吃，可以打，黑棋打。哦，白棋这就只能提呀、啊。这一串冲完之后，很舒服。这个主要是白棋最痛苦的是什么？嗯，这个提跟这个粘的交换是一辈子也走不回去的。因为这个全盘的劫实在是差太多了，嗯，这个打完这一段，这还只有为了不损牌，只有吃这个，这个这面还是劫，那也就是说，一二三四这四下都是免费的。是，黑棋呢是非常愉快的。我们看之前我们说的这一幕棋是白家的，这儿有多了一幕，这儿有多了一幕，而且白棋这个幕数是。全部都回去了，都粘回去了，被自己粘上了。只有两步下面。而且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到最后打回去之后，白棋这一整体这块棋还没活呀。这串真的是很严重的失误。这棋还没有活呀。冲粘，然后再一打。哇，这个。这个黑棋下面再一立，这块棋是又要手背手。这个、立还是先？对呀、啊，立的话，白棋只能这怎么活呀？啊，只能拱在这儿活。十一，二，这个棋不够了。四，这肯定不够了，我觉得粘上。粘，被黑棋一立。哇，这个、这个被搜刮的太惨了，有点惨。这个，这还得硬。这我因为我刚才这个地方，我觉得如果能给白棋点到五目棋的话，五至六目这个棋可能白就不差。嗯。但是，一旦低于这个线的话，可能黑的就要好一点点。嗯。但是，主要是实战这个图跟刚才那个五六目差的太多了，这个不是差了一点半点。嗯。我们看刚才，其实本来白棋如果冲到这个的话，至少这儿还能有个六七目的样子。至少这一步棋。二，三。姜维杰还在顽强的。把这个先把关子收完嘛，顶了这个拱了一个，肯定是要下完的。这个、黑棋粘上，这个被收的也是非常的惨，有点痛。这个本来我觉得白的中间还有挺多木的，而且黑的木是越下越多。这个、这还多了一个字。嗯，是怎么这一跳黑的还有木？这个太可怕了。嗯，我们看到后半盘从这个黑棋拐完之后，这一系列收束，白棋后面没长目，对，不停的在被收搜刮。啊，这一串我们先看看现在形势怎么样。其实我也没点目，但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不太够，因为白的目没有长，没有动过，这块还是35，这37、38、39、42、48、49、50、52、53，最多53，这还能动。53。而且这个线已经都快不用收棋了。如果这是六七八九是十一、十四、二十二四、四五、四十六了，已经七八五六是六一，再六三，哎，其实差距也不大了。白棋五十是吧？白的五十二三，黑的63-4，那其实这么下差距好像也没多少呀。什么盘石？但这个白的后面感觉亏了好多啊，这一粒。嗯。莫非这样下都不输？然后再挡这个是吧？对。然后黑的上面搬粘，哇，这个真的是痛。这个连笑后半盘下的太好了，这个感觉每步棋都是撑到了极致，可以说是。十一，二，三，四。
班詹，那个是不是要硬？那个是几目？一二三四六七，后手六又三分之一。这些白棋粘上，应该是最大的，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就最后的收数可以、这个、抢到那个，不知道哪个大是吗？这两个还真不一定哪个大。那个是六目强，但这个感觉因为这有收气的关系，嗯、但可能差不多大这样。这个黑的还能收到这个，哇！我感觉其实即使下成这样都没有输多少。莫非这样下都赢了？跳，黑棋有六十五，感觉。二十一，二三，跳出只有34，三五三六三八，三九四十，三四五四六七四八四五十五一，就五十三目嘛，对吧？嗯。五十三。五十三，把它冲了一个，然后黑的又把这个又踢了。这黑的目数还挺坚挺的，这个黑的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我们看江杰是这是投子了吗？这好像是认输了吧？我看他把那个棋盒盖打开了、嗯，就摁了一下钟是吧？哦，已经认输了。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复盘，开始复盘啊，也开始复盘了。我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姜维杰可能觉得他哪里下的有问题。啊，他是不是在说这个？他应该往回粘吗？嗯。但粘不是被一靠吗？哎，我们先，我们看一下他们对这个棋是。嗯，粘的话。会有靠啊！这个我们已经看不到他们在摆什么、嗯。我们先看看现在形势怎么样吧。我刚才看这块是三十四目，三五三六三七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十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十四，白的五十四目，黑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估计可能。哦，这还要往回收回去是吧？这我觉得可能只能最多算收一个吧，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十一、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二十六、二七八、二九、三十三、三十二、四十二、三四、四五、六七、四十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五七、五十八、五九、六十六、一六十二，已经六十四。嗯，刚才我们点的白只有五十三。嗯，到五十四。五十四，盘面十目。盘面十目。啊，而且这个地方好像白棋想把它收回去，好像都很困难，因为你要收回去，首先第一你得去往里去拖，盘面十目，那其实差距还是不大呀。就白棋这中间其实不止损了三四目棋的样子，是吧？对，我感觉这白的后面，而且这个地方我们看这虎一下，这还有半目，嗯，就是黑的还有很多潜在的目数，嗯，啊，这个地方尖也是先手，最后可能盘面十目应该还不太足以。棋啊，这个地方白的还不是一目棋是吧？是，白的是这个地方是如果粘住、嗯，啊，这个还不是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在复盘，这个复到这个中间那里，刚刚张东岳老师说这棋应该冲一个，啊，就这个地方应该冲吗？啊，要把这个冲回来，他有这么说吗？哦，没有，他们可能有点犹豫。姜维杰是在这个地方比划两下，但没有下上去，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哦，但好像但好像中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嗯，是吧？是，对，因为本身我一直是觉得这个棋虽然看起来好像进程上，我是觉得白棋把这个提掉的时候白的是不错的，因为尤其你看姜维杰后面之后的一些手法上他下的是比较温柔，是，对吧？他这尖冲了几个基本就算了就没有什么动作。而且其实当时黑棋这中间那两个子啊还是有，如果真的想冲击的话，也不是说特别安全。你比如说我什么直接往这靠，或者往怎么往天上撞一撞，你这个是怎么处理的也不好说。对，他其实这个地方我们看这连拖都没拖。嗯，如果要是说没有这几个尖冲的话，他其实甚至直接去拖就可以了，我觉得是。
他下的非常简单，就尖冲两下，然后去飞了一下，是，然后再开这个节。嗯，嗯，其实可能我觉得江杰也许他本盘棋的一个败因啊，可能是把这个节也许看得太重，嗯、他以为是不是看把这个节打赢，目数就肯定够了。嗯，但其实发现这个棋一旦被黑棋，回过头来，因为你只能是在这儿开的，你不能开到这儿，对吧？你要开到这儿的话，黑棋还有收输的可能，这个可能是他，嗯，可能忽略的一点，是因为他前面损的太多了，就这个地方先损，然后再开劫。从过程当中，他可能是也觉得自己可能是优势的一方，是他觉得这个地方因为好像也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我就把自己又穿回来，然后又把这个又提掉了。嗯、但其实呢，黑棋就是连笑，他很坚韧。虽然看起来整盘棋都是我们从过程当中觉得这个棋应该是始终不太够，但其实发现它目数并没有、嗯、很有韧性啊，一直没有输这盘棋，没输，虽然说整体看起来比较累啊，但是其实你看它的过程当中也下得很细腻，对吧？它这个打呀，其实在一些不经意的交换当中它也是有了一些收获、啊、是，也许这些可能是使江杰感到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压力哈，他也是觉得这个棋形势判断可能出现了一些错觉，我觉得，嗯，一直以为自己下得很舒服，是、嗯，但从进程上看的话，其实确实是白棋可能确实比较舒服，比较主动，感觉尤其是把这个穿过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形势是看起来很不错，但是白棋其实一直没有那种决定性的优势，就是说能把它给拿下来的那种，对，那种时候，我们只是一直觉得这个棋好像还不错而已，啊，还不错。但你说到底说这个棋赢多少了吗？这个棋就进程就都可以忽略掉，也不是。是，所以我们看就是说，你其实你看他们最后所讨论的最重要的点其实是在这儿，对吧？就说他们并没有觉得这个棋下完这个棋好了，连笑就说啊，这棋是不行，后面我掏的，也不是。嗯嗯。就你这个地方一旦在什么时候松一下，这个棋可能胜负也许会立刻就逆转。是。但就是不知道他们最后拆解完这怎么回事儿啊，就不知道白当时冲的话到底怎么样，但感觉其实这个劫一旦开的时候，白棋已经没有之前的形势那么乐观了，就被拐完之后感觉被靠到这儿，他可能是我觉得还是形势判断有一些错觉、嗯、他觉得就优势意识太浓了，他下的都很平淡嘛，最简单的招我们都可以理解的，什么跳啊、嗯、什么尖冲啊，就让你全拐过呀，对吧、嗯、你看最后也是基本没下出目出来，嗯，你主要下成这样才盘面实目，这后面黑的多了个力，嗯，对吧？这个地方还不停的把白棋打回去，那白棋之前肯定是有机会啊，但是就是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到怎么样是啊？确实是。可能本身胜负是一直在一个摇摆的状态当中。嗯，就后半盘的收束感觉就不像是姜维杰的风格，就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来冲击的话也未见得白就不成立，如果说这盘棋可能换一种局面，姜就是如果说差不多的目数啊，姜维杰肯定就直接就来了、嗯、后半盘收的实在太稳了，嗯，而且可能这盘棋对于姜维杰来说压力也没那么大、嗯、可能这也是一个诱因吧如果他真的是这盘棋就是跟连笑在悬崖当中单挑一样、嗯、对吧，你反正不行我就下去了，那我就跟你拼了呗、嗯、就没有崩那么紧是吧，对，他可能觉得反正我先试着收，我觉得也不差啊，但这种就是说摇摆不定的这种状态可能也对他这个发挥会有一些影响啊。是，但我们看到连笑的后半盘确实是发挥的非常好，对，滴水不漏收的，就包括这一代的处理上，嗯嗯，那这盘棋下完那整个 A 组就结束了， 是那这韩一舟有点小失落感觉，因为本来觉得好像这个姜维杰形势一直不错、啊、是，就韩一舟的这个命运掌握在了他们两位的手里。对，我们等于再来说一下，等于现在韩一舟是三连胜、嗯、啊，然后呢姜维杰也是三连胜、嗯、是、嗯、但是由于姜维杰的顺位比韩一舟要高，嗯，那么导致呢就是韩一舟就没有办法出现了，然后连笑是最后的守擂者，嗯，那么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获得了一个半决赛的名额是吧，他们两个在半决赛再要下一盘，然后才能跟 B 组的第一名去争夺。那我们这盘今天这盘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收看。嗯。